案数，修成后变，斜刀，接着在中间画一条线，旁边90度、45度转45度。那如果菜刀拿不习惯，你也可以用雕刻刀，接着表面45、20，规定是4刀以上。定的必须要完成，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完成的话呢，就会扣比较重的分数。一样刻好正案数，我们再把一样修成6片，到时候呢准备受检。